说说自己，我还是我大概在我们孩子是好我要在明天有变，我们心爱精神是神阶层的一面，一力学习观念一波，我们心中肩负起时代的重担，不愁起点，肩不怕艰难，复兴中华，向前在明天。他负重精神，照耀祖国的锦绣河那到变很多学长了，那我是学弟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哥。其实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找一个就是这种不会唱歌的人来起这个 key 啊？他说，甚至能够跟大家一唱校歌是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情。然后，因为上一次我回来复动做活动是这个守岁的一个活动嘛，那我一直以为是晚上八点，九点上来唱，结果什么早上九点，所以呢非常意外。然后这边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觉得等一下有非常多遍唱校歌，而且附中呢是全世界最喜欢唱校歌的学校，对不对？我读完附中之后呢，去读了大学，然后不管是读了任何学校，从来没有碰过一个这么喜欢唱校歌的学校。我们是什么学校？等一下呢，我们不管过程都要唱几次校歌，我们认真的唱，大声的唱好不好？好。让我们再次谢谢纳豆学长。这次校庆，我们很高兴能够举办万人唱校歌。首先，我们要欢迎班号在200班以前的大学长姐初恋，请掌声欢迎他们为我们领唱校歌。500班要来唱一下，每100班唱一下，那1000多就是啥？